我们其实在会后也特别收录了一句话，爱是性的灵魂，性是爱的实践。我们觉得这两句真的太棒，所以让它当书的压轴，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这个信念，性是事，然后让未来的我们的节目 slogan 是每周一则性知识，世界最好的套房。在节目开播的时候，都发现我们的留言区是一片响亮，也有一些中国那边的观众特别赞赏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聊到这个，因为你知道，他为什么看你？就是一般来说，如果这样的情况都会采取它。不过在深夜保健室今天下午，我看到他们可以怎么样？我们相信，不管是单身还是有另一半，只要你的性格特别的美满，你在性上面的难关可以跟着解决，就会降低暴力的情绪。平常不会想要跟同事吵架，或是对上司不爽，又或是对下属干扰。在工作场所里面，只要大家心情可以变得平稳，那就你会在意很多。你会在意很多留言都是在意淫你。嗯，没有办法，因为其实要推广性知识，用以前的方法，好像没有效果。那我们用节目的方式呈现，包含可能服装比较适合。为这个光幽默或者是说以成果来看是比较好的，那个时间目前放松是进行越来越愉悦程度，学到更好的技巧是一定的，尤其我是直接一对一的家教式授课，所以说录节目这样在向大家，那我自己有什么疑问可以立刻问专家老师。刚刚有一位是装疯癫装一位泌尿科医师，他在两周前才帮我弟做完结扎手术。好，谢谢您。对，我们哪一集可以？哦，有一集是有，其实有蛮多集是教男生如何帮女生用手指爱。然后怎么样成为一个省力的家庭主妇，还有口爱的部分有一些顺序，而最重要是心态上面的调整。例如说我们在工作坊，我们深夜保健室办过工作坊，那叫金手指，然后就是针对示爱的技巧去学习。可是我们前半段都在教这些学员怎么帮另一半按摩身体的按摩，因为女生的阴道伸出来不是要给人家放逆手指，就算你一次亲密的另一半就突然的把手指塞进去，会把他吓的，所以说让男生来做这件事。那我就说就像你的肛门突然你坐一坐或是摸一摸女生手指塞进去，你会吓死吗？对，这个我们生意好，谢谢大家。先让不同身体构造的人可以去同领域吃饭，然后也要让对方可以很安心、很放心、很紧张的再去进行下一步。然后在前戏的部分加强宣传、教导之外呢，后戏我也认为很重要。完事之后，后续可以做的很轻松，会辅助中间过程的一些分数。那今天扮成小护士啊，自己平常有做过这样的尝试吗？
半装。这一套其实真的是为了这一本书的内页卖的，去定制。好，帮我们看一下。那人你说你是不是想要问我平常会不会跟朋友玩游戏？偶尔，但还是会。如果说伴比较久，建议大家玩一些新的游戏。伴过。学生啊。没有啊，因为我本身也是有玩。我们纯粹要卖衣服的啦，卖情趣用品的，对，很多衣服。会有玩什么？十五号看得到吗？每个人都会有吧。不过你。刚开始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遇到不好的对象或经验比较少，没有，我就直接打断了。对，然后遇到不好的，就是我觉得对方跟 IP 一样，对。好，你搞不好就是那个。好啊，谢谢。没有最上面上线课的时候，一直就是师徒的那些哦。有一集是在讲性质，那童老师他就举例，初期他可能是每天都一定要打，那每天要打很多次，到他需要每天的都可以上来，地走来，那一天一定要一次到一天要满足一次到，他的伴侣没办法满足他，那他就去热跟教育，刚买的还是无法满足之后，他可能会演变到。需要通过更激烈的刺激，那那个刺激是，对啊，正常状况是不可能的。攻击力嘛，他就会去游走，我是真的有感受到你的使命感，如果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你有些状况是有点性质有点求情的话，及早发现及早治疗。那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的话，性犯罪率那你要看一下我的赖子，是有机会帮助的。今日是好好的一个监狱里面，大家都用什么样的刑具？好像是有奶嘴环的一小段，就是他太太带小孩去，看见，他就把那根奶嘴的一小段剪下来，然后让他狱友塞进去，然后甚至有那种老一辈的戒指上面不是会有一片绿色的。那各式各样，那甚至会有塑胶块，他们把它做成一小块，然后把它磨成圆形一样。听完这些奇特材质的介绍后，这个师傅呢就跟我说，那一整个大碗中里面大概有上百样材质，那这些都是我从机器干掉的客人。我就手都插在那个碗里面了，我在那一瞬间那一秒的时候，我在想如果是其他的女主持人应该会发飙，就会骂团队说为什么你没有先讲，那为什么要让这个师傅在节目上就是逗弄女孩子，他一看就很皮呀，想要前面先铺梗，然后讲一下，看你会不会吓到，他想要看到这种反应，但是没有，我就很淡定的说，那我要多摸几下，
像手气可能会很好，我要去前乐扣吧，那师傅当然就觉得很无趣啦。那好像也是我这样的个性适合做这个节目。那有听说节目是不是想要找下一位接棒的人选？我很想哎、欸，我从去年九月就开始跟节目说，有一天我的能量会消失，或是我人生规划，然后如果出意外的之类的，那。节目因为这样断掉会很可惜啊，我们应该要栽培下一个主持人。那栽培下一个主持人也不是说找到我就去退休，而是我还是可以继续录影或是当制作人之一等等的，但是要找到符合大众期待的外貌、声音，还有他。自己本身愿意去聊这方面的话题，并且真的打从心底不去歧视任何一种喜好，比较困难，对啊，所以还在找。那心中也没有一个人选吗？人选有啊，像是我们最近就有试两位，一位是 L B， 然后一位是 Tiny。他自己也在做 SM， 他在性方面的知识量也比我还要高，不过他比较喜欢就是节目还要再调整一下。我听说日本暂时去不了。对啊，还在锁国哎。对，不然我本来是就机票都订好了就取消啊，一年内还可以，应该是这样。那树洞展览好像很多人去看的、欸、那个我们已经过6000人的观展了，那到时候我们树洞那天会闭幕展，我看一堆人请你拜托你到中南部去办，但是你都说因为经济状况没有办法。不可能啦，真的不可能。就是，先不讲钱，你要讲到人事问题。就团队都在北部，那我们要临时去高雄的话，那我们不只是这次光是办展的钱而已，我还要再加上。我和全部团队大家一起短暂移民到高雄的费用，就大家一起搬家搬去那边住了就是一个月，那个费用会很惊人，不会破，没有人愿意接手，可是因为你的初衷就是不让大家介入，这样其他人接手啊。对，因为我今年又刚好要办短暂，我要做财力证明的话，现金要好好放一段时间。又看上去好。因为去年我有1000一个要三间，对，跟对对对，如果跟亲友一起投资了3间，我昨天来就是那个以后旅馆的照片，我就想啊。真的没办法，以目前我的现金流来说，我真的没办法再做别的事。然后为了展览，你也延误了很多你既定的行程。就公司都没在管。对啊，纯色就情趣睡衣选品的来是1月底要上线，然后拖到4月初才上线。不过过几天我会跟你见面。4月15号下对，到时候再聊。留一点15号聊吧。不过真的辛苦你们礼拜6还要拍摄，还有什么？就讲买房子，听说只要生小孩，爸爸就会送房子。不是男的应该没有吧？弟弟有收入的。不会啦，很多家庭。那目前感情状态还是单身吗？对
对，一直都是。就跟一个不错的对象分开的。最近。所以。维持了多久？跟上好，可是你花钱还是都没有。我一直都没有抓起来，就是对象这样。纠缠了三年，不是说纠缠啦，就是很有缘分的。那分开的原因是什么？这个故事。之后写诗，之后写诗再卖，也很难剪短，每一趴都很精彩。会不会是鸡哥？没有办法用三言两语形容的一个剧情。是和平的说再见的。对。这样也要适应一下吧，就是也是会有一些失落感那种。蛮刚好，因为忙展览的事情，还有出书的事情，跟公司要上新品的事情，就有点转移注意力的少。我觉得老天也蛮好。15号见。15号见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谢谢大家。